9月1日上午，安徽台一姐周群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，配文称，录制这条时我实在没忍住泪水，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平安快乐，为孩子们点亮小星星。视频中周群直言要对孩子好一点，生男孩的从小要对他好一点，长大以后不知道是保家卫国还是救死扶伤，生女孩更是要从小对他好一点，长大后不知道会嫁给什么样的老公。他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，罕见失态，网友们都看得很感动，表示看着周群老师流泪我都心酸了。据了解，周群是一个很好的母亲，她有三个孩子，此前经常晒带孩子们出去玩的视频，一家特别有爱。正是因为和孩子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，才让周群对亲子教育有更多的感触，在谈到成长离别这种话题时哭了出来。养育一个小孩很不容易，酸甜苦辣咸五味皆有，周群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养娃过程，而是站在孩子的角度用心感受，已经做得很棒了。